安。早安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是3月5号。哦，泰鲁格马拉松哎。泰鲁格马拉松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旅店哎。泰鲁格旅店，所以如果住在这的话，直接就在起跑点旁边哎。对啊，这也太好了吧。开始讲话。耶！隔壁。今天是2022二月几号？哦不，三月五号了。对。星期六，我们来跑泰鲁格马拉松。对啊，你总排总时那一点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啊，有那个80000块太难领了，还是慢慢跑好了。啊，让给他们。哎、啊、对，为了要跟你们一起跑。好。跟你跟秀，秀来，秀来，秀。所以我们不管，我们今天就跑7小时。跑7小时。你说的哈。哦，好，我说的。不然脚打断。脚打断。注意了。谢谢大师们。那边是先下后上，那边是先上后下。加油！我没有要加油，加水好不好？好。有灯牌了。
哦，还是刚刚别条路。对，那个壮观，厉害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不要再摸鱼了，弃赛了。天翔呢？天翔的牌子啊、哦，在刚刚那里啊。那它有480公尺啊。到哪里？刚刚全欧洲他们还有去喝啤酒。而且那个谁，嘟嘟说有冰棒，然后前面也有人说有冰块。这里吧。没有去。胖子怕热，今天太热了。啊？太热。恭喜白马！恭喜白马！恭喜白马！今天哥帮我制作锦带啦！恭喜白马！大家早上好！哎呀，白马，一块，我要跟我的，拍一下，拍拍。哎呦，我居然跟猫嫂同一天说白马，在哪？太有缘了，在哪？刚好一过溪盘隧道就下来，剩下呢7公里吧。